推过去，快点！老总，别生气，几个工友闲的没事在家里弄几个小钱玩玩。我没工夫管你那些屁事，我们是特侦处的，来抓大学生。这没有大学生啊！谁过来？哎哎，那是我侄子。别动！你们为什么抓我？他们堵了不着，凭什么抓我？他堵的。 滚开！三爷，什么宝贝啊？ 三边酒，泡了好几年了，回头我请你喝。啊。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这几天啊，真是麻烦三爷。哎，你别这么说，我还等着大批的金货进家门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对了，这几天怎么没看见副科长回来看您了？忙，又得对付日本人。 又得为他自个儿今后想出路，再搭上他那个媳妇儿啊，就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他有时候到我这儿来，就住在我这儿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就为了躲他媳妇儿。来，这个给你。哦，好，三爷和富谦兄弟。 都笑得精神，就为了让你忘不了我们。好好好，三爷，这是家丑，本来就不应该让岳副官您听见。咱们不是朋友吗？说来听听。 这是我以前的老婆，5年前，也是我不小心让她给撞上了，一口痰堵在了嗓子眼儿，得了失心疯，一直到现在。哦。 海哥，哎，老岳，你就是张守义，是。有其他同学的消息吗？没有。你们在逃出监狱以前，有没有商量过，如果被打散以后，将来在哪碰见？每天下午5点，天主教堂。 可是我去过几次了，都没有碰到人。你就跟着海哥他们在一起，他们会带你去一个住处，那儿的工人弟兄会照顾你。那你呢？我去继续找你的其他同学，一个一个的全部找吧。海哥，哎，我先走了。行，放心吧。等等，你是 K 组人吗？也是，也不是。 那你是跟 K 组一样，专门跟欺负我们中国人的人为敌，一个能把你们平安带到延安去的共产党。陆教授，快！
不要找王国勋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，你坐。这么说，你都已经跑到崂山了？可孤掌难鸣，我一个人跑，能往哪儿去呢？ 如果只是逃命，还有什么意思？日本人和特征处啊，正在大肆的搜捕你们。学校里的那些汉奸青年组织，也正在密切的监视着你们这个班。陆教授，您是我尊敬的师长，我来找您，是要请您帮忙的。尽管说。帮我找个地方，暂时躲避起来。好的。不过我想知道，你以后不能公开露面了，有什么打算吗？去延安。哦。刚才你说，你们越狱暗中有人帮助你们，那帮助你们的人，肯定是共产党了。是，青岛地下党，K组。那越狱出来以后，他们应该把你们归拢起来。 是啊，可我也不知道。那天晚上越狱失败了，汉奸们开了枪 ，K 组的人全力保护我们。那后来怎么不管你们了呢？我也不明白。我们出来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看到 K 组。这么说，他们都遇难了？那也不可能全都死了呀。 天有不测风云啊，马国勋，听我一句话，去延安不如去重庆，我在那儿有朋友，我可以给你们打招呼，让他们全力的接应你们。谢谢你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去延安。哦，哎，你平时组织的那个四海社，我就替你担心。 颜色太红了，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。有血性的年轻人是不会低下高的头颅，中国人绝对不当亡国奴。我欣赏的也正是你的这种勇气。不过，勇气和聪慧应该用在正途上，这样才能为民族、为独立、为自由发挥最大的作用。 您说的对。哎，你们越狱之前，难道就没有商量一个什么应变方案？比如说出来以后在哪儿集中？我们说定了，在天主教堂。教堂？嗯。找到其他同学了吗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我只是在报纸上看到。 朱奎，走，你又是朱奎，啊，所以我给我们走一趟。老板，大勇子，抓住老大！呀，站住！站开！站开！站住！师傅，右转。好嘞，站住！哎，我。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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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什么事儿？我叫朱奎，是南京人，也是个好人。我一个月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。我属羊的。其实我也不想知道你到底属什么的。我其实我就想知道你的名字和地址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就一直跟着你。我叫晚秋，在东亚学院图书馆做管理员。晚秋。 我们还能再见吗？那天我也遇到危险要死了，你也突然出来救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如果你真的出了危险，第一个出现的人一定是我。您放心，您交代给我的事情，我一定尽快办。好，好，好。又怎么了？叫你吃饭也不去，喝口茶吧，啊！去去去去去，别烦我。什么烦你？你整天一副丧门星的样子，烦着别人，还说人家烦你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。你给我闭嘴！我闭什么嘴？日本人长不了了，知道吗？要找后路，你就快一点，要不然美国人的飞机就要炸到你们特侦处头上了。你他娘的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 你先上去吧。真是好房子呀！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？ 我不知道，难道令尊还不知道吗？再说，他不是天天在家里，等着我给他往家搬金砖吗？哼！你这话说的，让人心里有点……有点什么？有点不踏实。怎么？ 开始怀疑我不是私下买卖黄货的岳父官了。好吧，我也想过了，是时候告诉你，我究竟是干什么。我是共产党。 别动。
把枪交出来。你这是？其实我早就知道，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，你就对我充满了怀疑。但是你对意外之财的贪婪，使你心存侥幸。怎么说呢？我这个共产党啊，其实早就和你这个特侦处行动司科科长成为了好朋友。这张照片可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做证明。 你威胁不了我，我现在就可以把它给毁了。好啊，不过我要告诉你，令尊把这张照片交给我的当天晚上，我就把它翻写了十几张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在你这儿出了什么事儿，明天一早我的朋友就会把这些照片大批量的放在特侦处、青山公馆，或者是。 日本人华北派遣军司令部，甚至是东京内阁大东亚省的办公桌上。副科长，我是担心，真的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老。 还有你父亲，甚至包括你所有的三亲六亲，究竟会落得一个什么下场，恐怕真的不得而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这我们是好朋友，是好朋友啊！我们是好。 好，那既然是好朋友，我想傅科长一定知道江湖上有一句话，叫做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想请你带上你这位朋友，去一个不太容易去的。 你要去哪儿啊？特侦处。特侦处。没错。有件事情，不知道您清不清楚。 其实，我早就是你们的人了。这次学生越狱，就是我协助的。我是自娱自愿为共产党效劳的。K 组有人可以作证。你是说，自从你向 K 组投诚以后？ 就再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了。当然了，岳先生，您在 K 组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吧？你我算是同行，你应该明白，有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，做事情的人才会越安全。啊，明白，明白。并且我也不想过问你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让 K 组给抓到了。总之，你是个聪明人。 要好好把握，你一定要相信我呀！我可是白皮红心的中国人，我知道现在的世界局势。那就好，那今后我可就盯着你了。只是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往外面透一点风啊，岳先生。
我可是您的人了，您千万要罩着点兄弟啊。造化在天，成事在己。这位是青山公馆的成田太君。太君，成田太君，请。我要那些学生的卷宗。まだ頑張って高校の招待断るつもりか。これが最後だ。よく考えろ。不识抬举，大日本帝国请你去你都不去，再给你一次考虑的机会。岳先生，要不要我拿照相机把它给拍下来啊？不用，全在这儿。岳先生您过目不忘，兄弟我是望尘莫及啊。啊，我去把这个放回去。问你个问题。哦，你问。既然学生越狱的计划如此周密，怎么还会出岔子？这どうだ？考えはどうだか？太君问你，想好了没有？我绝对不会和你们这群没有人性的敌人为伍。我是中国人，我要尽我所学，让我祖国强大。彼は無理です。日本へ行けば死なずに済む。行かなければ死ぬだけだ。去就活，不去就死。选择死。你告诉我，说只有你自己知道越狱的细节，对吧？是。那么不会是你向日本人泄露了什么？啊，不不不不，岳先生，这是您就算是借我100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呐。嗯，你都认识 K 组的哪些人？不不不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我们啊是通过电话还有密条联系的。岳先生，难道您和 K 组不是一伙？我现在就只知道我跟你是一伙的。主持人，去看看。哎，刘梅，怎么回事啊？太君正在审学生。
叫什么名字？宁红叶。关在哪儿了？关什么关呢？太君想给打死了。行，你去忙吧。岳先生，您都听见了吧？听见。这笔账我不会忘的。那个女人是你们的？哦，小夏呀。刚才那个小夏就是那次你试探我在你家跟我一起跳舞的那个。岳先生，您真是好眼力啊，上次那事儿多有得罪了啊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夏竹敏。忙啊，三爷。哎，这是我们傅家最光耀门楣的一位先人，我爷爷。哦，他来青岛的时候啊，青岛还是个小渔村呢，也就是从他那代开始，哎，我们傅家是越来越发达喽。好，那是得好好供着他老人家呀，只要有他老人家镇着这宅子呀，傅家的兴旺就会永远继续下去。是是是是是。我呀，隔一段时间就得来擦拭一下。我要是三天五天的不来，睡不着觉。哈哈哈！哎，要不要我帮你摘下来，把后边擦擦？不用不用。每年阴历八月是老人家的诞辰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会把这照片请下来，里外的擦拭干净，平时不动，下人也不让他们动。我不是说您是下人啊。那好，您先忙着。哎哎哎，岳先生，嗯，您看我那事儿。哦，您是说您入了股的那桩买卖吧？已经成这个数喽。三万。少了，三十万，没错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就是你这样啊，就您入的那一股啊，用不了一个星期了，就会变成黄灿灿的真家伙，就搬到您府上来了。你简直就是我们傅家的福音呐！啊，以后傅家的发达就全靠你了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三爷，还是全靠三爷祖上的福音。是是是是是。那好，三爷，我先回了。哎哎哎哎，哎，回去好好歇着，回头我请你喝三遍。哎，重申，不惜任何代价找到学生，和边壁雕板一起送至延安。
出来。你在跟踪我，先生在找人，再找一个卖海蟹的，说不定我知道。有胶州湾的海蟹，有一青一黑两只，我有两只半。我终于盼到你了，你是？我是地下党 K 组的夏竹明，你可以叫我小夏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可以。K 组的同志，全部？不，还有我，只剩我一个。你一个？对。梁光同志通知过我，说上级会派一个同志来护送那批青年学生去延安。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任务。你等等，这件事情我要考虑。考虑？考虑什么？我不打算同意你介入这件事情。为什么？你必须同意，这是党的任务。梁光同志牺牲了，全部的重担就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，这样才能让 K 组牺牲的同志安息。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。请问。那天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越狱出了意外，学生们都跑散了，于是 K 组的同志们就在这里开会，研究如何寻找他们。可是没有想到，特侦处的特务和日本宪兵队的人突然赶到这里来。你刚才说你也是 K 组的人，对。那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躲过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你应该懂。我当时并不在这里开会。这么说，你有特别之处？我只能说，我有其他的任务。好吧，就算是这样吧。什么叫就算是这样？我本来就是自己人。你跟青岛地下党的其他领导有联系？没有，梁光是我唯一的上级。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，虽然青岛地下党还有其他什么组织，但你找不到他，他们也不知道还有一个你。我只知道，老梁在传达任务时特别强调，这是延安高级首长的指示，要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批青年人。这你不用强调，所有的我都知道。你不知道所有，什么意思？还有更重要。我说过，所有的我都知道。你有不听人说完话的习惯吗？你说吧。这些青年学生当中，有一个人很特别，他是延安高级首长的儿子。哪位首长？老梁没有具体交代。那这么说，这个学生到现在没有具体身份。你我都是做地下工作的，有个道理我们都懂，有时候不说明身份就是最大的身份，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个任务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把那个最大身份的安全送到？
你什么意思？我是拿枪的，我的天职是消灭日本人，而不是给哪个孩子去当保姆。你有情绪，你不想执行这个任务？任务当然要坚决执行，但这不关你什么事儿。什么叫不关我的事儿？这是我的习惯。你离不开我的帮助。一个女人的帮助。请注意你的语气。这还是我的习惯。革命工作男女平等，你就在一个刚刚见面的女同志面前耍你的大男子主义？你一直都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吗？这也是我的习惯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没有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我们怎么联系，怎么见面？我会查到你的住处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会主动找你。救了我，我脑子里全都是你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我就是想来看你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。哎，你冷静一点好吧。对不起，我一看见你我冷静不下来。我问你，为什么特侦处的人要抓你？你到底犯什么事儿啊？你在关心我吗？只要是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，我都关心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跟我认识的其他女孩都不一样。你有一颗不爱的心，我要把这颗心放在我心里面最温暖的地方供奉起来。我今天就是来跟你说这些的。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对了，老乔，你能告诉我你住哪间宿舍吗？二楼最里面那间。好，一有机会我就来看你。哎，等等。我想告诉你，我现在还不想谈情说爱。现在不想，不代表以后就不想吧。你说过，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第一个飞到你身边救你的人是我，对吗？哎，那你住哪儿啊？居无定所。给你拿把伞吧。陆教授，陆教授，请。怎么样？没有他们任何消息，快急死我了。我也很着急啊。你们这些学生，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啊。跟你一起关在监狱的同学里面，有没有一个叫天明的？天明？没有。或者是小明呢？也没有。那哪个同学脸上长了痣？长痣？啊，
张守义有，在这个地方。对了，还有许沐浴，在这里。两个人都有。对，都有。荞麦面，素里甜，紫砂烛陶罐，杨家岭宝塔山，高高连着天，连着天。星儿升，月儿圆，悄悄挂早远，挂早远。风不管水拉拉，路远远，夜无眠，恨时间，路远远。想跟您打听一个人。你说。青山公馆的成田太君。请问您是？我是来救你们的人。救我们？那你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去延安。去延安？谁说我们要去延安了？救我们的人是延安来的，是共产党。延安方面都派人来了。是，是延安来的。那这个人是谁呀？他叫什么？